今天非常荣幸跟大家介绍，就是游记加科技针对游戏玩家的需求所规划的一个主机版，然后是 G1 Gaming 系列。 G1 Gaming 下面有三个机种，那我们分别是命名为刺客，然后狙击手，然后还有游击队。首先从它的一个整个散热模组上面呢、是采用武器就是枪管的一个各个结构来做规划的，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北桥镜面上它是用它消音管来做一个规划，然后在南桥主要晶片上面的一个 heatsink 是使用弹夹的一个概念，在 CPU 周遭的一个散热模组，我们是用枪管来做一个设计概念的一个发想。当然，针对游戏玩家他所需要的一个视觉上的需求，我们在 PCI 链上有四个 PCI 116规划，所以游戏玩家呢可以建制出 3-way 的 SLI。还有 3-way Crossfire 的一个视觉的一个享受。游戏玩家最注重的一个听觉上呢，都有使用音响级的一个电容器，增加它的一个整个在游戏过程中音效上面的一个 enhancement。然后例如说我们有内建 Creative， 然后 20K2 的一个晶片。那另外游戏玩家也非常注重的一个网络连线哦，我们也使用了 Bigfoot 一个网络晶片，增加它的一个连线的一个速度。这边也有 USB 3.0 的一个前端的接口，一个传输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。所以呢，技嘉科技这次推出来的针对游戏玩家所规划的三块主板，全世界的许多游戏玩家都耳目一新的一个体验，不论是视觉上呢，还是一个听觉上的。都能够有别于以往，那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技嘉科技的产品，谢谢。